可以开始咯。拼装的第一步当然是把相同颜色的区分出来，方便后面拼装。拼完三层小肚奶已经有雏形了呢，再按上手臂是不是有点像魔像样了？拼好 Q 萌的头部造型就可以合体了呢，有点可爱呢。再装上小角角新伙伴草莓熊就完。